最想講嗰句嘢就係多謝你哋。相隔九年，陳奕迅終於再次回歸香港舞台，舉行25場演唱會。再次聽到歌迷的熱情歡呼聲，伊晨都特別感動。一開場，伊晨化身太空人登場，和一班太空人舞者漫遊太空，兼唱出多首作品。首场演出除了由太太徐浩莹和女儿康缇现身支持之外，冯德伦和老婆舒淇、金比和女儿、冯允谦、林奕康、余珍等都是座上客，而后台亦都摆满祝贺伊晨开 show 的花篮，包括有张学友、刘德华、黎明、郭富城和小美、林嘉欣、李克勤和卢淑仪、谢霆锋、容祖儿、张敬轩、吴君如、陈可辛、成龙和房祖名等。伊晨出了名一向多嘢讲，但呢晚佢唱足29首歌曲之后先至停低，分享一下呢几年嚟嘅感受。佢透露演唱会原本系2019年举行，可惜要一拖再拖。净系想完成呢件事，呢件事一路等，越等就越谂，谂到嘅人好惊，其实好多嘢都，我未试过咧，即系甚至惊到一个地步系瞓觉之前咧，系惊第日起唔到身。即係我以前嗰個人好樂觀嘅，因為我而家都係嘅。但係有時專解有一次啦，我喺度諗喎，咁如果真係起唔到身咁點咧？會諗到咁啊，起唔到身，咁我有啲咩要交代咧？我電話個 password 使唔使話俾邊個聽咧？銀行啲錢點咧？使唔使捐咗佢啊？定係俾邊個？你係想嘅啫，咁咧冇乜錢嘅咋我，係啊，咁啊越諗越多啦，就越嚟越驚。總之就又多嘢諗啊，又聽好多嘢啊，跟住又驚啊，咁又 share 咗，但係要咁啊驚。其實就唯一一個辦法我諗到就係唔諗。是因為其實所有嘢你都控制唔到嘅，其實係冇嘢你係控制到嘅。你唔覺得大家都個控制欲其實越嚟越強，但其實真係控制唔到。